Just now you mentioned that when you run this museum, there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. One, this is a museum. Second, this is also a tourist spot. And here comes the question.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iggest role that a museum plays? 博物馆它应该是一个传播文化的一个窗口，一个平台，然后也是对社会公众进行提升他们文化素质的一个学校。另外呢，也应该是公众文化娱乐的一个文化空间。But this is also a special museum because this is Sanxingdui.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ndings displayed in your museum? 有一句话就形容三星堆的发现的意义，就是沉睡数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因为三星堆的在三星堆发现之前，就是四川对于四川的这个历史的认识，有明确的记载，是到了战国时期秦灭巴蜀的时候了。就是但是。 这个之前的历史只有一些零星的这个神话传说，但是由于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发掘，发现了这么大一批就是非常壮观的、非常精美的这个青铜器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就是把四川的整个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，然后也填补了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些空白。 因为让大家认识到，就是说中国不仅有黄河文明，还有长江文明，而且在长江上游，在与就是说中原这殷商同时期的这个时期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青铜文明。作为博物馆来说，它就是应该要向公众来传播我们历史文化嘛。 就是说我们这个博物馆呢，就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类的一个博物馆，特别是在应该说在中华文明的这个发展坐标上，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一个三星堆文化，我们是来展现这个文化的一个博物馆。